好，兄弟们，今天也是和蛋搭子挑战这个默契地图，上来就能看出来，这个蛋搭子多多少少带点反骨。行，我要粉色。我要。哎，你怎么跑了？完蛋，好像后面的够不到，得抱着蛋才能够到。重新再来。啊！好好好，一点默契没有，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啊。好 ，OK， 成功过去，继续走啊。哎，不是，这后面怎么还有一个？重新再来。成功吃到，好，这一次配合还不错。啊，这恐龙扛狼扛狼扛，恐龙扛狼扛狼。我这电烧技术、可以可以，这一关是干嘛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不是，你明白啥了？快回来，我还没上车呢。哦，忘了忘了。哎，我还没上车呢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啥去？快回来，我看到终点了。你看到什么也不行，我还没上去呢。好，我们两个一起跳。哎，可以跳。好，我也跳。前面好像没什么陷阱了，好像是。站在边缘躲下柱子，好，应该是最后两个了，可以，我先通关了。我先再偷半日陪朋友，